康哥，你这个有点害怕啊，感觉。我是有点害怕。他的菜刀我长石头了。他把我扛在肩上当石头。我一步路都没走动。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我推着你走的？怎么可能你扛着我走呢？我的袖子是太长，还是真的你手太短？真的有一点。真的有一点。被嘲讽。是这种。请您接受这个款式啊，这个 style。啊，喂，看谁？给你解答吧。吃那点辣也好意思爆我！我的天哪，四川人吃辣椒绝对吃不过江西人。你敢说吃不过？我就吃得过你，我跟你讲。不可，我还没遇到，可能能吃过我，吃辣椒能吃过我。而且我是吃了辣椒不长痘的。我也是，一日三餐，三餐都吃辣。不，你做不到，我做得到。